人生短短几十年，伊才讲到重点嘛哦，注意听哦。要学会自己哄自己。我就想起后边他自己哄自己，迄、那个三傻大闹宝莱坞迄出有无？三个傻瓜，伊内底迄个阿米卡，伊就甲因讲，你爱学样甲你答应。那你紧张的时阵就是啥？哦、阿弥陀佛咯，妈祖娘娘，你要保庇咱渡过难关，你爱甲你答应，你知道？自己安慰自己，你只要都。沉淀，你就要去冲。你别整整的紧张，要靠背呀，不好。仔细听哦。自己爱自己，爱自己，哦，要揣得起来，干到落去干，不是安尼。你仔细听哦。千万不要处处为难自己。我吼有一段时间，我总对我来讲哦，最起码来讲，我拢做为难我家己。我就想，车都要用完美啦，啊，然后鱼也都要饲完美啦。啊，连中道嘛唔去食，啊，阴暗嘛唔去食，伫遐咧加皮，身躯都已经冻袂条，脚麻、手麻、腰麻，目睭阁肿起來。你阁无爱紧去食物件吗？规工就干想要紧加皮、拍皮，要趁钱，但是上重要即个车况，你若顾无，全盘皆输。重点开始，接了要结束啊。有些事儿能释怀就别去计较、哦，有些人能放下就别再记恨。所以你看白龙雪尽量，其实我个性嘛做个忌讳的，但是我伊家家己催眠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但是迄久来都惯习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哎呀，无用去插你啊，哎呀，你即马要甲他注销啊，没有空没有，你这样想就对对对对对，你话白龙雪就这样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对对对，你对对对，我咧无用，我要即马搁要直播，我刚刚点头安尼真正作战的，后来。